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大师比比，对，好听。他姓吴，叫大师啊。他妈妈叫啊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。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那个谁，哎，承诺，学一点那个 popping 跟 locking 的街舞动作，轻一点，玩就好，不要受伤哦，头不要撞到地上哦，哎、你看丢弟弟那个。
越深，不要放弃。
好，那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店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侵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。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太多我喜欢充气娃娃，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，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。完了，接力。
笑。好，东可以看。他来帮你 B-box。B-box 是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唱，他用 B-box 帮你配音。就说的话，他唱出了这情况，我现在这那那那。要跟哥哥学。他这个 B-box 1000块呢。1000块呢。好呢。那打我先，我先看。从来那个阿伟那个也从来。